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是2021年2月11号除夕夜，那么在这里呢，大伟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财源滚滚。那么说到过年啊，其实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啊，就是一大桌子菜，然后因为亲戚朋友啊都聚在一起，所以大家都会很开心。那么在这个开心的日子里面啊，避免不了，你看原来不喝酒的人啊就开始喝酒了，原来这个日子啊过得很节制，就是身体啊很健康啊，饮食作息啊都很好的这么一类人呢、也开始吃肉了。因为大家在一起啊很开心，思想上面的警惕啊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所以导致很多人在节后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呢？就是原来啊这个衣服穿的挺好的，后来啊这个衣服啊一穿，哎，节后一穿变紧了，为什么？变胖了。还有一些人呢，这个血脂啊、血糖啊、血压，以前控制的都很好，过完年以后一看，这个控制的明显不如意，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说到这里啊，就要讲一下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最怕的就是一个波动啊，这种波动啊，是对于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那打个比方来说啊，平常啊气温都是很平稳的啊，我们大家都穿个短袖子啊，挺好的。然后突然一下子冷空气来了，一下子天气很冷，那么这个时候啊，大家赶紧加衣服。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身体免疫力低下的人不幸这个总送到医院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免疫力低下同时这个天气一下子降温，身体适应不了就生病进医院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当我们平常其实我们的作息饮食睡眠都是很有规律的时候，那么因为过年嘛，大家很开心，就造成了什么？原来不喝酒的人喝酒了，原来不吃肉的人吃肉了，原来这个早睡的人变得熬夜了这一下很多人的身体都吃不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就是按照原来生活规律之上就做小幅度的波动你比如说原来这个8、9点钟就睡觉的现在呢你熬个12点钟看完春节联欢晚会就睡觉就行了，你千万别再搞一夜，搞了个3、4点钟睡觉，那这一下子这个身体就恢复不过来，适应不了，那很容易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发生千万不要进行大幅度的波动如果你身边有朋友也请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他，让他知道自己身体的健康其实是需要一个持续绷紧的弦，而不是在某一刻就突然放松，特别是年纪越大越要注意这一点那么在这里呢，大伟还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其实就给大家念叨念叨这个过年当中可能发生的一些聚会一些情况也希望大家看到这条视频以后呢，把这条视频转给身边有需要的一些朋友也带上大伟的祝福。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好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